画面上是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会议在基隆长荣桂冠酒店举办，教育部常务次长林腾蛟跟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现场，欢迎来自全国各县市的家庭教育工作者与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期许透过经验分享与政策的探讨来提升家庭教育的功能，让孩子都能在家庭中健康快乐的长大。这两天申请各位到基隆，绝对是值得的。终身教育在这个我们很重视，我们觉得家庭教育也是一样的。刚才我们的同仁还告诉我，我们办了近千场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做了一个 podcast 基隆好家园。那我觉得 podcast 是一个新潮流，怎么样适应现在的新潮流，让更多人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我们在学习的。我们基隆很努力，当然也谢谢中央的长官。大家都知道现在环境变化太快了，网络化、少子化，每一个学生的每一个小孩的自我化，如果在家庭教育当中我们扮演很好的角色，是我们要努力做到的。刚刚教务市长问我说，为什么会特别选基隆来办，我就跟他回答说，因为基隆市的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办得非常好，大家说对不对？谢谢市长，谢谢。不仅是这个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办得非常好，那个会议的这个筹备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哈。那不管是重修法，或者是今天这个终身计划啊，相关的这个推动呢，都是要由各县市政府啦地方跟中央一起来搭配，一起来推动这个家庭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相关工作。我也特别利用今天的工作会议呢，也代表我们郑部长，谢谢我们各县市政府哈。各位的家庭教育的各位工作的伙伴啊，大家在平日工作的一个辛劳，我们一起呢为我们孩子呢打造一个社会安全网的一个友善安全的一个这个环境啊。教育部方面相当感谢基隆市政府的用心安排，让关心家庭教育的产官学各界能在两天的课程中充分进行研讨和交流，期许中央和地方携手共同研议出更前瞻的政策方向，让家庭教育工作能做得更好、更完善。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